现在时间4:01。要去哪边？要去哪边？人呢？在厕所是不是？哦。你知道我都还有吞维他命 C 耶。我们会先跑去什么泡汤什么一大堆的，可以约晚一点啊。我怕你睡着了。我会先睡觉，不是我睡着了，就打算先睡一觉了。没有，就他如果要看的话，就可能晚点是9点，他早点就是等一下下课直接看。不可以啊。看什么？看影片。哦，要看明天的影片吗？先不要好了。或者是说晚一点9点之类的。9点好了。9点，他在咖啡厅。好。他在咖啡厅。好好好。刚好。就是大厅，就是外面那边。9点以前要回来，所以我们的快速晚餐跟什么游泳池泡汤，9点以前回来。那我一进浴场就要看时钟。然后那个泳池浴场票在你身上。谁的棒棒？怎么会这样？棒棒喷出去呢？他交给下一个人啊，交给下一个人啊。前一个人掉棒棒，然后后面一个人负责拿着。我都不会动了。
哎、欸，回来回来。都是四个吧。还太习惯了，要自己往前。啊？用屁股坐吗？放了。糟糕，你帮我检查一下功课。没关系啦。怎么歪？没歪，完全没事。我又撞到头了啦。撞到头？对，我刚进去来就撞到头。什么东西撞到头？撞到头。哦。我这边它力气很短嘛，嗯，就会撞到我。嗯。哪，好冷哦。这次我加强后脑。我把出来超冷的。我把后的那一段往上拉，这次只有照到我的后脑。你有靠腰哎、欸。我手为什么没有控制？抓紧紧。唉，嗯，我们有滑过这？应该没有，因为这个沿着棒棒，所以我们应该没有滑过。里面有，该不会是有水吧？应该是水啊，然后还没有。下面是结冰是吧？对啊，那里有个桥。只有上面还有太阳、哦，而且灯都开了。我已经重新穿衣服了，出来就觉得好冷，救命啊！我觉得脖子非常暖，其他地方脸上是冷。哎，人少真划算。嗯，谢宇跟我们中间隔了一个雪板。那个棒棒的是谁的？不就更全面吗？好冷哦！我靠着手臂，靠着这个铁条的地方，觉得很冷。好冷、啊。嗯，好冷哦。不要靠到铁的地方，因为一直吸我的热量。好冷。然后这样子就还好。嗯。没太阳真的很难过哎，超冷的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昨天有没有看天空？有很多星星哎。晚上、哦。嗯。泡澡的时候有啊。哦。嗯。好冷哦。还月亮还很大颗嘞。有，昨天月亮很大。哦。那我就想说，森林那边不会有人来偷看的。为什么？所以它这种汤屋才会要距离特别远、啊、然后如果是富良野那种的话，就是前面种几棵树，往里面看得到外面，外面看不到里面。又是馒头。现在我们还无法承受这些。对啊，我觉得很难。我今天摔很想惨，在树林里面，崩、然后很硬，我就觉得被压的很惨。什么被压的很惨？那个已经是被压了。我说森林迷宫这个，摔了一下，哦，好痛。你说那里很硬啊？对啊。嗯。那种摔在险坡侧边倒下去的那种就不会痛。嗯。就是顺势躺下而已。躺着。对啊。哎呀。你干嘛啦？
活动啊，不想碰背后。真的很冷啊，好冷哦。背后靠着那个就在那边冷冰冰，啊，最后还是得靠。哎，所以要吃泡面，回去就是吃泡面，然后就坐车。冲去游泳池。吃泡面嘛，先吃泡面。嗯，那泳衣怎么带？塑胶袋，两个本来就包好，一人一包啦。嗯，好。我现在只是在想，我们要游泳完又要去那个他要我们怎么弄游泳池，他要我们寄物柜要放哪一边？哦。更衣室跟寄物柜，你是说当然是放回来又要再去洗澡啊？泳池的更衣室是在外面，不是在汤里面。你想到什么？不是。你什么糟糕？我是说，那我还是头是湿的，哎，好烦哦。你在想说要不要浴池省略，怕九点来不及啊？不是省略，是说但不行省略，我一定要按。我是说，我这样头又是湿的，去那个我很烦恼。暂时暂时。是真的很热。对啦，我是这样。好，回去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回去看这个最后一段头到底在看哪里。没有资料哎，没关系啊。这样转就比较转，然后就会看那边比较看旁边。那有一点，有一点有比较没有资讯的时候。好you
我就一直要这里缓缓的就练习这件事啊。脚换边，脚朝三下。好了 ，OK 啦。就是放松，躺一下，休息。现在几点？你带着，四点不知道几分四点二十。好，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对。好，撤。那明天，那就晚上，今天晚上九点咖啡厅。好，咖啡厅在哪里呢？他九点半之前有微康最可免费的。对啊，我这跟我昨天查时间一样。也是他收的。好。好。好，九点。万一我来不及要跟你说。好。网咖，那我们去那边放吧。还是在里面。OK。放得更远了。之前我们放的是那一区。那我只好放那一边啦。好，那先拖了。我会说他为什么围这个网子。有没有驾轻就熟？那个摔倒只是不要管它。哎呀，哎呀，
好。怎么这样子？哎、欸，好，倒了就倒了。插进去一点，插进去一点。倒了就倒了，然后这个再挂上面。挂在本子上，帮我挂在本子上。对，好，等我。来了。侧着走吧。